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灰熊竟在主场迎战76人，靠着末节一波18-6的高潮上演今天逆转秀锁住胜利，中场以105-101终结76人三连胜。开赛76人多点开花，卢瓦乌、卡贝洛特、Tim O'Leary、Cabaret 联手卡文顿、Robert Covington 飙进四季外线，西蒙斯、Ben Simmons 也有一次精彩灌篮，首节76人领先11分。次节卢瓦乌、卡贝洛特、卡文顿继续飙三分，不过 J.马丁 Jarrell Martin 连拿5分还以颜色，灰熊顺势打出一波8-0，半场结束灰熊追至49-55。卢瓦乌、卡贝洛特飙进六记外线每连射一篮后，76人重启攻势，恩比德、Joel Embiid、萨里奇、Dario Saric 领军打出9-0拉开分差，尽管灰熊踢布克 Travis Booker 连拿7分，76人仍维持优势，前三节打完握有9分领先。决胜节 M 亨利 Mike Henry 补冠后连飙2记3分， T 艾文斯 Tyreek Evans 完成3分打再射进外线，灰熊打出一波18-6的高潮，一举上演大逆转，随后稳住罚球，以4分险胜76人。灰熊本站5人得分上庄 ，M 加索 Marcasol 砍下全队最高19分6篮板 ，T 艾文斯缴18分8助攻，查莫斯拿下 Mario Chalmers 17分 ，M 亨利 J 马丁分别进账12分。76人萨里奇双十演出，攻下全场最高22分10篮板，卢瓦乌、卡贝洛特20分，包括6颗3分球，卡文顿获得18分，恩比德进账15分14篮板。萨里奇双十演出，攻下全场最高22分10篮板，每连射 M 加索又砍全队最高19分，恩比德也有双十演出，每连射 M。